电影院的秘密。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在游乐园里有一座电影院，但是它有一个很诡异的秘密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先找个位置坐好。他们就开始表演了。可是表演一段时间就开始发狂，就开始跑来打人。我想这个电影院肯定发生过什么，这是一种诅咒，而诅咒的人就住在这里。